大家好，我今天就来尝试一下第一次录那个录那个 vlog， 应该怎么读啊？ vlog。 今天呢，我那个初中的一个闺蜜来找我玩，然后我们在成都就要玩一下，然后就逛街，然后就干嘛干嘛，就反正就录下来吧。好，蓝蓝的天空，经过我们的磨磨蹭蹭，然后又磨磨，就一直磨，然后现在终于要出门啦。恰恰我要去哪里？对，我要去春熙路。好了，我们现在已经到那个春熙路了，然后我有点累，我现在想回酒店了。哈哈哈哈，想吃吗？我的。下午5点多吧，这是我们今天的第一次进食啊。我们现在终于坐下了，然后买了一些吃的，我现在要开吃了。要生气了，不录了。摘不到我的脸，微信多呢，还得死，我要开吃了。啥子面来着？牛红烧牛肉。这是什么手抓饼？第一次见。
酱油，蛮美。哪个头发？哎呀，圈太多了。哦，好了。